个十九世纪，诶，台湾人普遍是拢安尼散屁屁，散到都唔知要安怎过日子。素红恁这个翁，讲到叫到去，敢若无跋会死，呾好啊！即马跋一个哦，暴风掠去关，啊，老母目睭搁痴迷，恁两个囝幼妹妹看叫相气，时困，你这个娇鬼，你实在无理智。人古早有一句话讲，歹劳累过，啊，歹翁就累某，啊，你一个人咧跋，互一家伙艰苦。这种家庭一般来讲，阿伯囡仔敢有出路？是讲，那照讲吼，这查甫的吼，甲查某的，就是讲，查某的会去落烟花，啊，查甫会去行歹路。啊，因为因为，恁这细汉受尽所有的苦楚，恁大汉敢要沦落江湖？因为，因为。那是阿母无精力，无法度照顾恁大汉。也不过，我这么好人规定的这个家落来面，都敢那亲像，好人规定的让我来一只鸟仔同款，是你。阿母袂当陪伴恁大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请你来看着阿母，阿母。巴肚呀，啊你巴肚呀哦，啊我嘛巴肚呀啊。小巴掌，巴掌哦。小巴掌，小巴掌。你要吃巴掌？啊阿弟啊，阿兄去买巴掌给你吃，好不？好。来巴掌啦！我今日给我三两肉粽。哦，你要三两票。对。好，来来来，我包给你哦。来来。好来，这三两来。我给你一两。哦，你一两，好。
自己拿去卖账啊！泡你快骂我啥？骂你死鬼！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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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阮囝来予人看，恁两个囡仔，到咱也无怨无仇，是安怎无缘无故来予人看？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五妹，我拜托你，请你来抚慰我恁两个可怜的囡仔。一定要平安无代志，阿舅爸，请饶恕，我请你保庇伊的阿妈，健康吃饱呢，安尼才会当替我家养伊的囡仔平安大汉。你讲白，我请你一定要保庇他的平安无代志。我爱他，要跟因较早脱离。我拜托你，一定给我背啊！多谢你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袂当伫个恁的身躯边陪伴你、照顾你，你家己都爱更加勇敢。你莫替阿母好好照顾你阿弟啊！你知无？恩惠，恩母，阿母就想你呢。阿母，我唔准你叫阿母啦。阿母，你咪再叫阿母我啦。恩惠，你爱我就阿母，恩母。乖啊，你伫咧遮耍吼，啊，阿母啊出去趁钱，啊，你伫咧厝吼，爱乖乖听妈妈教爸的话哦。阿母，啊，你啥物时阵会回来？阿母是趁钱回来，你伫厝会好好照顾阿弟啊。好，我知。乖，对，阿母吼，有去妈祖庙啊，特别吼，啊，求两个天主，好，你乖辛苦点，多保平安哦，哈。来，阿弟遐哩嘛有哦，阿弟呀、啊，哦，乖了乖乖，来保平安哦，哈、哦，阿弟两个在厝里乖乖听话，大家看起得好，哈、哦。阿母。是咧无用啥的哈？啊无啦。哎文呐，乖哈。我要食伊啊，阿弟啊，我是要去东西啊，互你食啦。啊对吼，啊今仔日冬节啊呢，啊，逐年吼，那冬节我拢安尼烧伊啊，互恁食啊。哎，恩惠啊。你今天早起提米出来，阿妈烧鱼仔予恁食。啊，不过咱兜拢已经无米啊。啊，无米哦。阿文，啊无，今年哦，咱莫食。啊，明年哦，阿妈则寄烧足多，啊，予你食一个较有嘞，哈，好不？阿妈，我去买米啦。我无钱啊，你要对去买米啦。哦，我会想办法啦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顾好阿妈，我等下就回来啊。哎，
囡仔，天公伯啊，请你着爱保庇这个囡仔平安无代志。哈哈哈！微微啊，阿爸今日哦，给你穿西瓜，我看你真欢喜哦。怎么欢喜啊？阿爸，你照顾婆婆啊。无法度啊，阿爸平常时哦，无闲做生意，实在无法度陪你。啊，你看，今日咪带你出来啦。看你干啥？阿爸哦，今日拢配合你。干净呢，多谢阿爸。哈哈哈！快走，快走。我来偷你物件。哎，等等啊！做兄弟啊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想要拍这个囡仔嘞？白死囡仔，偷去我的物件啦！吼，偷摕我的米，我抓着。人讲啊，细汉偷班，大汉就偷看牛啊！我替伊爸母啊，你假死啊！偷看，是啊啦，我唔是故意的啦，但是你看我代志，你是笑我啊？等我有钱哦，我就还你啦。当作我家是救世英雄哈！你等等等等，对啊。你钱哦，我来付。这，我得钱。无啊，这啦，三文啦。我给你，来。生意好，不要赌。哼。囡仔，阿弟玩了无？我无代志啦，多谢阿姐，阿兄阿姐。这个代志哦，你都不用烦恼啊。来，来，家珍，囡仔，阿珍问你嘞，啊，你是安怎，咱走去人的米店偷着米嘞？敢讲你厝内底拄有啥物困难？阿姐是安尼啦，阮厝内除我阿弟啊，甲一个新娘阿妈，啊，今仔日是冬节。我阿弟啊，想要食鱼啊，啊，我无钱，啊，所以我才会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囡仔，虽然讲恁家一钱善巧无唔对，也毋过这偷着人的物件哦，都是唔对的。你以后绝对袂用安尼做，知影无？好，我知。啊，毋过遐钱，遐钱哦，都免还啊啦。唔免还，安尼哪会使啦？阿姐，若无你给我几工仔时间，等我赚着钱，我就还你。哦、来，你讲。嗯。囡仔，阿姐问你嘞，你敢想要学功夫？功夫，我当然嘛要学。真好，那你从今以后，你要对我的媳妇咪学淡薄仔功夫，以后买单替我做代志。安尼就算讲是欠我的钱啊，你敢愿意？真的吗？我会当学功夫，搁有工课会当做，安尼就好诶，就好诶。你叫啥名？徐恩辉。徐恩辉，这个名袂歹哦。恩辉啊，你是我的小宝囝，玫瑰。从今以后哦，恁两个就做伙读册，啊，你以后哦，买单替我保护玫瑰。安尼你敢愿意？好。玫瑰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有啊，就好诶。因为阿兄，玫瑰小妹。真好，真好。Oh, yeah.
要创啥啦？体谅，黑暗的是非翻飞世界，叫我好气好将。是我个性太倔强，还是社会黑白反常？一个声音叫着我，叫着我，从此到我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袂搁再希望，从此感冒，已经斩断阮的退路。无论拄偌多风雨，用生命拼前途。你后壁较紧的啦，啊，行较紧的，物件赶紧摕过来。恁几个哦，较注意的，物件甲看好啊。啊，细丽，啊，细丽啊。这物件最重要诶，等一下你即箱，再给我即箱，看你这边来，来观众看周会。好，我安尼。这里啊，啊，我当了呀。动啥？你笑。哼，我那是经验主啊。你既然敢偷摕阮的货，好，讲甲上歹听啦，应该讲哦，是你家己要甲你的物件顾好啦，安尼才对。这批货是朝廷批准要出口的，你既然敢偷摕，你就唔惊官府追查来？惊啊！我为什么要惊？这批货是你的名，就算讲官府要找，嘛是找你啊，关我什么代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这批货你不爱害我？哦，你爱我甲物件害你哦？我甲你讲啦，无可能。安尼，我怪我对你无客气。你别过来哦！你给我忘记，我再来找你。你走啊！大姐，歹势啦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请你原谅我。看吼，已经找几步啊，拢无找到较水的花。我看吼，你这门前的花较水。我今仔日吼，若是无摕花回去，一定会昏倒没死的啦。你吼，先别再不接我，我另转吼，再摕来行李。哈，多谢，歹势，歹势。多谢大姐，多谢大姐。
厝都还袂转来，知哦。平常时哦，不是讲我对你真冷淡，我今仔日哦，专工送礼物要来给你。礼物？嗯，是啥物礼物啦？我看见阿东啊哦，拢会送查甫囡仔花，我今仔日哦，专工要送花来给你。你看，一拜、二拜、三拜，哦好爱在外水某好太太。你这个查某真无存在，我给你献花，你搁给恁白谈。拜托，恁祖妈即马是死母啊死爸，你安尼，白叔给恁祖妈讲者。啊，你不是讲献花是代表一种爱，啊，我给你送花，你搁伫遐咧晒太。献花，唔着爱献迄落玫瑰，你表示爱情咁较水。哦，唔是啦，迄玫瑰哦真正贵。送到尾有几拖去，即摆落地啊，啊就无所费。无所费啊，无所费，袂晓去趁。查甫人去互咱来，我无要安怎？我即摆要食饭，是要去倒带。哇，哥把你做老师头，你讲到这步，你上太敖啦。我今日来这招，足疼的呢。不用的，这步咱袂当做。咱大个哦，已经真大岁，等哦，若是搁搬这厝，讲袂过，还是予伊抓着哦，够衰。即摆咱在底蹦子，你食饭钱拢无，是袂枵死？也无，反正我是要对倒去。说袂晓，找一只金丝猴，看是少年的，也是老猴，一声甲伊搬落去，抹子抹子。钱就到位。嗯。是。哎。这无拍掉吼。嗯。好是啦。恁祖妈一拍出台，迄金票，我提来。喂喂，你看，看到一个鸭狗，看起来镜头啊镜头。当作金丝猴，行行。房间都袂歹啊，爸，无你代志，会当去无闲啊。一个名叫做鸡头白松松啊水。哎呦，鸡头白松松啊水。哎呦，那呢一个我那是淋落去，唔是着心头鼻头开。好你鸟啊，那亲嘴哦。那呢就是有缘千里来送一拜，无缘有钱。等我姐。
哦，恁落去哦，真是有感觉呢。我感觉等一下我会变变叫。英啊，就听好你，咱小小，我来替你倒烧水。英啊，你别讲话哦。我等你。我来去啊。哦，冒死啊！哦，想袂到拄着这么好康的代志，再啉一杯。哦，呜，哇，哇，赞起来，我饮，冰冰酒。哇，来，小姐给你倒好啊，你即马去洗洗。你讲啥？我是讲，你即马会当去洗洗。啊，好，我即马就来去洗洗。进去啊！等我哦。等你哦。等我。我。这死鞋啊狗，恁祖妈不相信，硬硬会当留啦。送你来的啦！是啊，我给你送你来。你这碰到对面老公是卡骨大石的，吃不死吃不死，吃吃不了肚子，你就给人嘴去。你这人卖我袂讲话呢。你把我的规身蒙口的，就是卡的，无蒙口。真是的哦，哦，弟呀。好啊，好，看我的，哼，就你这款傻卡娘的功夫，哼，看我的，哼。我傻鸟，无你惊你的啦。
惊啊了命！谢谢啊！不是啦，是大兄，大兄了命啦！啊不，你看要安怎处理啦？要安怎处理？啊好啦，阮某的身躯哦，拢已经你忙了了啊，要无吼，你上无嘛要出淡薄仔钱，当作甲阮家洗门风啊。好啦，啊无爱偌济钱啊？无30块就好啦。30块？我懵啊，我懵不着，啊，钱嘛无钱着。爱30块，伤贵啊啦！30块已经算足少，好无？阮某的命节咯，拢毁在你的手头呢。无安尼啦，两条路予你行，一条吼是甲我来去祭台哩，另外一条江湖规矩，捉断你的乌脚筋。我的命节啊！笑笑笑笑，卖哭卖哭卖哭。啊，好啦。我去提钱给你啦。哎，你嘛差不多。哦，笑笑笑笑笑。阿姆哥，刚才你找我哭，刚才那声卡小哎。好啦，25块就25块。搞清楚！你哪会知影我鞋仔内底有钱啊？吼，这款奥博，恁爸看真济啊啦。有当时哦，我嘛会哦，把脚底的钱哦当作塞去啊。你真正搞我个一身拢不顺哦。啊，你真啰嗦呢，快点摕出来！好啦，较紧的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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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真正是，人若衰哦，种瓜嘛生菜瓜，搁想讲哦，有捡到一个好空的，谁人知影哦，去嫁到一个有翁的，气死我！哎呦，我打字，吼，你一样叫我，哎呦，这个红面啊，搁当着这个傲板讲，真正是气嘴的吃喇叭，讲啊这麻麻，啊你搬这个仙人跳。这就是恁的老戏嘛，啊是讲若常常搬起出来吼，这人格上是有较差。是宴会，个人大汉在做大尾罗满，哟，啊，搁是伫个中武堂伫咧做老大，啊是讲啊宴门咧创啥？还搁有哦，这个什么西北虎、风花山，哇，伊嘛是另外是一个骨头老大。啊吼，因这个两帮个性袂啥好。啊，是讲古早甲即马拢共款，即个帮派，那是为着地盘利益，哦，绝对相拍相台。啊，较早讲做老蛮名声无好，真正有较歹。啊，是讲哈，啊，若讲到这，就爱讲父母哦，恁所做来。啊，敢讲做老蛮，嘛都爱传老代。喂，今仔日要创啊？你看。我头拄安尼，足牺牲的呢。啊，无你讲，你要安怎补偿我？要安怎补偿你哦？啊，无，我去送你花。无拍着啊！啊！足
真的呢。要不，你请我吃肉丸补偿我。吃肉丸哦，好啊，没问题，给啊，给，给。肉丸好吃，肉丸好吃，大家，稳点，肉丸。好，不问题，慢些，肉丸来喽。刘香满娘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这不是拄才那两个人？啊！来，来啦！哦。这下，当然我先，是安怎？啊，放心啦。哇，这就甲咱骗人的物件，拢收好势，藏好啊啦，放心啦。安尼就好啦，紧食。啊，看起来足好食的。阿妈。爸，你镜头镜头，真好看，这个这么紧，真可惜。迄个人，我刚刚捌伫三八班看，也毋过哦，应该袂硬我啦。是哦。迄个人专门咧甲人设计，每一项哦拢袂好势，迄鸡翅头啊，佮沾泪泪。安尼哦。嗯。阿婆，你在笑啥？无啦，我想想哦，就这一件代志啦。嗯，迄个人就是嫁了迄个翁仔，想要爽，结果哦，怎样咱上高发现，发去弄，弄起煞空空戆戆，扣阮三十块，才当作是应当。发去弄。嗯，好啊好啊，原来是这两个骗我三十块。哼，恁爸一定要找人哦，叫恁吐六十块出来啦。看恁今嘛哦，也袂好过，哼！恁爸甲你拖去门口坡啊！是讲，你早讲你要去官府，爱讲做啥物？当然是去官府报官啊！嗯，报官？要报啥物官啊？就是迄个西北帮啊，常常哦，拢要甲恁作对，甲恁要进的物件哦，拢先抢一步走出去吧。我哦，今嘛就去甲官府讲，因走私的糖甲茶米。把因的物件拢抢光！啊！阿弟阿弟，你是尿白啊呢？讲到这尼啊歹听，什么尿白啊？爱讲哦，我是正义的使者。嗯，正义的使者。咱若练功哦，我量抓去，你就知影啦。袂啦，放心啦，恁食啦。好啦。哼，去报官府的就是这人。我一定回去哦，跟大家讲。对啦，嗯，啊，这钱，敢要交？嗯，免啦。虽然哦，我较早甲咱咧行一段，也毋过哦，即摆已经大尾啊，袂阁插即款代志啊。咱哦，咱这钱收起来，当作使客。我嘛是有理呢。你看，我即马想这個，是大家讲的嘛？对啊。小琪。对啊。啊，好啊啦，妹啊，行啦，咱来转啊啦。好。行。OK， 你先坐定哦。好。多谢。好，下过来啦。你要做啥物？做啥物？你用神灵条骗我三十块，问我要做啥物啊？什么你神灵条啊？你本来就跟阮某在同一个房间啊？那是你设计我的呢。我问你了，阮这个一个比够疼，是不是你去刮胡料皮啊？搞阮料？无啊，我哪有啊？哦，搁讲无，拄只哦，恁在食肉丸时阵哦，讲的话我听甲清清楚楚啦，就是你去报刮胡的啦。啊好啦，就算讲哦，是我去报官的啦。我你这摆是想要安怎？你这两只囝，竟然搁敢去报官，害阮损失这么严重嘛？
我今日一定要让你清楚清楚。来，抓起来！这个小查某，你骗伊三十块，今嘛我爱你摕六十块来，后面啊，我才会当放伊耍。来行。阿明啊！阿明啊！哎呦！救人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救人啊！哎呦！哎呦！立雄，喂，我不会耍，你老姐这么大脚，要做什么？想要做什么？你竟然不知羞愧的行动，竟然敢做了袂啊，害阮要走私的糖果地米向强攻。阮今日来，就是要来控头油，要甲你逮落做头油啊！袂啊，袂当！救人啊！救溜溜啊！无救你会夭寿啊！救人啊！来啊！来带落！哎，袂当，袂当！哎呦！冻诶！今嘛放一个阿明啊，再来一个奥凡加。该放开！啊！阿明啊，你袂歹嘛？要死之前，阁有人要来甲你陪啊！阮今日就是要来控头油啊！即马来采一个奥凡加。讲什么笑话呀？来，甲伊抓起来！是啊。阿唐，好哩。真正是将我三摆教，将我地盘，抢我生理，搁拍我兄，敢讲你唔知影拍到看猪了？好大个，是恁小弟要将我两个细汉的话题，我才会。阮是替你拼本事，你两个伫咧江湖是卡潲，全部做一挂事仔仔，什么真叫啦，真灵条。还够了白啊！才是这款垃圾人，代代对我好。李面子，你有这款小弟哦，我真正替你感觉足感谢。老大，我这两个细汉的目睭花无睭暗，我直接先甲你回信嘞。
你给我一个面子，我笑一下。他说要不你笑的。我这两个细汉的，虽然讲在江湖上唔是甚物卡笑，啊，不过好歹嘛是叫我一声过来。你若要甲换代，啊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阮西伯对来讲真正是满字哦，两球两球真可怕。这件代志我会记心内，有一天我肯会想起。林总嘛，风台雨咸死呐啦！对啊，恁爸雷公呐，大呀，咱阿婆即摆换阮哦，去甲伊抓转来，换咱哦，甲因换台啊。嗯，对咩？哎，大，啊你一来哦，因就走去啊，根本臭死啦！臭死啦啦！哪有人像你安尼做兄弟？仙人跳、真叫，搁兼做了白啊！替恁超代志，我实在想死开。做恁老大的，我实在真见笑。大的，啊我你，你安怎？你搁想要讲啥？你这只红面啊，对着这只房价嫉妒到啥？啊，搁有你啦，你这只房价，逐摆都叫恁人去共仙人跳。金身八刀边，你这只放假根本就是一个闹事啦！你安怎？恁无逐摆拢这好运拄着我啦！阿摆若搁安尼哦，我去呆呆煞啦！大个啊，我实在是吼，别搁叫我大个，阿别讲我甲你共党，我愈看愈袂爽。大个，我这愈听愈袂爽，什么？你讲阮拢做害你的代志，啊，毋是为你，阮抢人的钱财，出傲步，安那，看袂起阮也是，你家己较早，嘛毋是咧争囝，在做贼啊！阮两个是恁的细汉，这仙人跳谁教？这仙人跳的钱，阮门头高的，我一条，就是交乎你，乎你摕转去迄个要读册的小弟，讲无功劳嘛有苦劳。无可能，我嘛照披露的。今嘛我放假，让你骂到变闹事啦。讲来讲去，为着恁小弟啦。好啊啦，你哦，三百万三百一日靠存的好无？你哦，一支嘴敢若火鸡无？安尼哭哭念哭哭念念袂煞呢？你是要靠路弄鼓，讲予全世界人知影是无？你哦，明明就知影。大家讲到大个小弟弟足无欢喜，你搁一直讲，你看啦，大个即摆你无欢喜啊，我去给伊回信你啦。我无讲唔对，我咪回信你。阿明啊，你咪卖阁嘛放假，我知你两个真疼我，对我真死忠，我是愿意，拢袂甲你放屁。大个，卖安尼讲啦。大个，我嘛唔是迄意思啦。是的啦。而且是我讲话伤歹听，伤到恁的心。对，啊，这嘴子甲嘴唇拢会相加，弟弟阮的吼，阮拢知影。嗯。以后有啥物代志，做你吩咐，我比那古差四几多，我嘛听你到底。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你拄只讲啥？啥物咧比那古差四几多？我。哦，这话唔是安尼讲的啦。我要安怎讲？这哦，咱来讲，为着大个哦，上刀山，落油鼎，咱嘛在所不惜。赞，做兄弟，你这句话丢高啊！阿明啊，
足有够，啊足甲讲。当然啦。啊，唔是你。嗯。搁有即个代志你唔知啦。干嘛呢？这四元呢？阿弟马上发出来。你变啊三八啊你！哦，乖，真幸运。你吼，卖听唔捌假捌啦。这是大小姐，特别嫁转来送给大，因为大小姐这几年拢在国外咧留学，伊拢下辈子来往。这是大小姐送给大的礼物啦，衰无了？衰啦！奇怪呢你呀、啊！对啦，这卖事你做得等等，我赶紧回来。进口的皮种了，我有偷偷等。嗯，我偷等也就好。是不是三伯帮助的？是，是，是三伯帮助的，你哪会知？这三伯帮就较早就把咱当作是咱农丁、肉粽子。现在咱中武堂已经改做中武洋行，我相信对伊来讲是真大的威胁。伊能安尼做，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代志。悠航，放看，大爷讲要改革悠航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阿玲哪会这么讲啊？那改悠航就是要卖悠吧？悠吧，啊，就是我店啊，不是啦，我是讲哦，咱哦应该饲牛啊。哦，啊，若是要饲牛，不要变作油条就好啊。好啊啦，恁两个哦，唔捌就莫在遐乱提啦。洋行的意思就是甲东洋人做生意。东洋啊是伫倒位啊？啊，你唔通这讲啦！迄东洋就东角阁过，就东洋啊啦，唔捌着。恁两个，好啦，两位，恁这两个哦，直接什么都拢唔办。我甲恁讲啦，东洋哦，都是外国啦，知无？外国，啊外国，甲外国什么无共啊？叔啊，是安怎西北帮的人拢要处处拢要针对咱？其实，有真侪过往的代志，我本来是无想要提起的。要么我今日既然发生这挂代志，我想我嘛有责任。这也要怪哦，来过阮少年的时阵哦，比较较冲动啦，所以有一挂代志我处理了，唔是真圆满，或者是真侪人。虽然讲事后，我有找人去瞧，也毋过安怎瞧，可能瞧袂好势。想袂到到恁这运呢，这冤仇才愈结愈重。燕飞啊，你听师父一句话，即马既然都创立洋行啊，即做生意都有做生意的模样。有一挂生意，到时会当留伊去做，就留伊去做，莫先到计较。虽然讲你这么经验住这个名声真响，也唔过得老人处且了人，有一挂代志都卖甲这西北帮遐尔啊计较，知影无？原来是安尼，是，事你交代，我拢会谨记在心。咱对伊这尔啊是要做啥物？伊今仔日哦，想要靠两个阿伯话台呢？咱对伊这尔好，当然要甲伊拼啊！对啊。啊，这代志哦，我会阁找一挂有头面的前辈去讲看卖啊。我相信应该是我多巧啦。哈？还阁有前辈哦？大诶，啊你两几岁啊？你的前辈应该拢死了了啊？我你哪唔直接去问我爸？啊，过来！怎么样啊？你，我
我莫讲话，我莫讲话。我伫我即马，我有放假，好人骂到敢若老实啦。我莫讲话，点点，较无放哦。我点点。好啊，恁两个哦，莫阁讲话啊。叔，你交代代志，我拢会照办。真好。好多谢。我的妈啦，回来啊！玫瑰，哇！来一个日本保安呢，对，啊，你敢有兴趣？啊，我提过日本保安，拢无穿内裤，我来现看卖。放假，真正哦，咱们遐开水草，一个讲就袂晓话，什么礼节大，大小姐啦。来，妈啦，给你吧。我无看到你啊，做修理的呢。哦，我你即马愈来愈水哦。夭寿啊！一个好好的查甫囡仔去日本留学回来，煞变日本妈。是的，还是小姐日本名。哦。老多少？我嘛做修理的呢。哈！我倒看。这严重哦！拄只差一点仔，甲咱换台，即马搁要甲咱要砍哦！好，爱安怎砍，安怎砍，好，莫砍莫着好，莫砍砍，这。妈，恩惠啊，你赶快叫我玫瑰就用诶。玫瑰，我叫你玫瑰，比较惯势。对啦，阿爸，我有特别为你拣一件日本衫，要当来送给你，好吧？哦，好吧，哈，阿干嘛去过啦？你是在讲啥啦？伊的意思是讲哦，袖啊，这日本人的袖啊哦，穿起特别少。你真正什么都拢唔办嘞？弟，我讲话无当真是下狗，白扑假扑，嘴太起来了。袖啊着袖啊，你安尼乌吧？恩惠，你哪有啊？我嘛有特别拣一件日本衫，要送给你哦。玫瑰，多谢你，你送我，我一定足欢喜。阮哪会无？啊，不，恁身躯穿的是啥？这拢你用旧的，互阮穿的啊。妹妹，放心啦，恁嘛有啦，我等下再寄给恁。多谢大小姐。恩惠啊，啊，你带妈啦吼，去行行的啦。伊出国进前吼，这个所在阁无真闹热，这几年吼变化真大滴，你带伊四处行行看看。啊，对啦。暗时哦，我伫桃花乡有办桌，要替妈来接风，还阁会请真多兄弟来，较早带伊转来，知无？是。哎呦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啊，我带大小姐去就好啊。大小姐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庙口哦，新开一间面线糊，还阁还阁。爸啊！啊。无你的代志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哦，就去桃花乡。看伊总部菜准备安怎？哦，我来去。啊，唔紧行。行未？我未讲，那你讲啥？玫瑰，玫瑰，安尼我即马带你出去行行的，看你介意啥物物件，我拢买予你。好啊，阿爸，
那安尼，阮就先来去啊。嗯。是走去倒位去？我奈一下就无看到人啊！你足奇怪，因两个人是纤维点啊，啊，这么久才见面，一定有真多话要讲。无啦，我咧想讲要食暗顿啊，但因袂记得回来啊。弟，家人知影关心大，拢袂关心我。我嘛是查某囡仔呢，你难过，我是需要有一个查某人，给我关心，给我疼爱。我需要一个查某人。我这个乱尿的。哦。阿丽安娜，吃八宝粥。不是啦。哦，都吃哦。听你讲遐个话哦，都想要吐的啦。明明就是标报，搁在遐咧继续录。哦，尴尬，搁想要变天鹅。哦。哇，你搁搞我怕？嘿，别人来跟我说啥去？阿丽妈来讲。我再讲一次哦，我姓欧，家关的关，家己的家，欧班家，欧班家，欧班家，哈哈哈哈哈，欧班家，你哦，家己嘛不是要你家己欧班家，凊彩啦，规定哦，你就是袂当讲，我若搁听到，拍到你吐个死。好啦，讲耍笑的啊，啊听起来哦，就同款的啊，同款就无同师傅。好咩？头前哦有百元蛋，假若无，我出来去食百元，总共是要你赔罪。嘿，哪有啦？要甲查某囡仔赔罪，先食百元。卖啰嗦啦，有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紧嘞。来接，来接，来接。师兄，师兄。阿龙伯啊，哎，请好。你看，伊两个敢是阿明阿狗阿班狗？伊两个哪会伫个遮？他是谁？这是我的，伊来这是创啥？各位师长跟外头的好朋友，阮这出音乐剧好看吗？啊，总是用足侪精神哦，我干那写歌写到讲要起笑，啊，即马心情歹，开始大大细细拢完美。因为我昨天也是没有睡，我们又补一首歌，然后再补了十天的戏，真的很辛苦。当然帮忙我们的人，我非常的感激的。比如说豪记的秀云呐、啊，还有这个华特的，哎，我们的宝娇英呐，严小弟，我们大概用你好多歌哈、哦。你等下这个来吹下剧啊，不叫你宝娇，你拢吹无人了哈。啊，特别靠好你，你拢来教，伊跟我讲哦。一群大台湾七县市最冷三游泳池，就是囡仔不爱搏脚。当然啦，要搁感谢的哦，这也是好朋友啦，这就是宠物堂。这个宠物堂哦，伊是咧培养咱台湾一挂囡仔国手。阮这个罗志峰哦，我最近无爱甲伊讲话啦，因为伊搞头操班。这个罗志峰哦，是迄个跆拳道七段哦。七段不是二段哦，所以常常出国，我们有时候一休息就要二三十天等着他回来。不过让伊妈婆我心累了，你看我们这一次出了好多教练哦，那些打杀的，我们都是真正是真正会晓的，真凭实料的，不是套招的啦。
所以他都是长招，一打都是五六招几十招，两面两个囡仔吼，嘿嘿，一个罗志宏囝啦吼，哎，你细汉就抱这个囡仔来耳目，安尼讲对身体较好了。当然，就感谢崇武堂所有这些书生啦，还有这些教练，感谢你每一日无少辛苦，对足寒足寒的我甲皮皮错，安尼拍到今嘛足热足热热，大家讲要流皮。所以你不要看说拍戏的人是明星的，有时候我寒到那乞丐的，苦的表面的吃便当，你就知道这个拍戏的人真的真的就是甘苦钱，我们就是打工仔的。也还有要感谢，当然也还有很多人，我今天有水吗？不太一样哦，今天是我又叫我的这个老搭档，是以前我的这个造型师，因为我要给照这个新娘纱，然后叫他给我打扮，所以今天阿祖用比较美美的嘛，这个是陈奕华陈姐为我的打扮，西装加马条纹后边又啊，大熊光跟你讲赞。为什么这个戏真的是哇嘛是做这出戏就是要传世哈，哎，是要沉船，不是要沉船哦。这出戏哇办了翘起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他是台湾的宝，因为这个是纯粹台湾人所发明的台湾歌剧，不要忘记。我们一集比一集好看，请期待我们的第三集。